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芳，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织课堂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镂空花的鸭舌帽，也就是夏凉帽。我的原材料呢，我采用的是这个粗的晴人棉。我为什么用这个线？因为它的粗细呢，跟我们夏天用的轻体冰丝线粗细差不多。所以呢，我用的这个替代。因为个人的原因，我不太喜欢那种线材，它那个线材一个不喜欢它的材质，也不喜欢它，它勾起来特别勒手，不舒服。 所以呢，我用这个替代哈。大家如果用的是清理平织呢，跟我这样同样的钩就可以。我用的是五点零的钩针，我喜欢稍微帽子稍微密实一点，它比较有型。然后呢，因为我的头围比较大，所以我这里呢钩了是六圈这样的，嗯，叫什么？这个水草花帽高呢是一十八厘米的时候，我开始钩这个帽檐。姐妹们，如果头围比较小的话，你就钩五圈就可以。帽高十七厘米的时候，我们开始钩帽檐。 猫眼总共是四组这样的水草花，然后钩了三排，钩了三排，钩完以后呢，我在这里总共整个一圈钩了四圈这样的短针。最后这里呢，我是因为我用的是黄色，所以我配了一点咖啡色的。大家配不配色呢？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，好不好？我这个用的是晴纶棉呢，我总共用了一团，一团刚刚一团就是七十五克的样子。如果是轻底冰丝的话呢，你有一把足够了。 好的，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吧。好的，阿芳今天用的呢是这种情人棉，这个情人棉的粗细跟这个轻体冰丝差不多。我用的钩针呢是五点零的钩针。我们现在起头，现在手上绕两个圈，然后我们把钩针插进这个线圈里面。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的。然后我们钩针绕线，在这个线圈里面钩长针。我们第一圈呢，加上起立针，总共是十二个长针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的，钩完以后我们数一下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，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起立针第三个锁针这里，看到吗？最上面这个锁针这里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拉紧这个线头，把这个线头放这里过来压一下哈。 我们开始钩第二圈，第二圈呢，我们在每一针上面都加一针，也就是钩十二个长针的加针。我们钩完以后呢，整体的针数呢是二十四针。大家看清楚哈，在每一个针目上钩两个长针。 看到吗？大家这个方法重复的勾，把这一圈勾完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我们最后一针勾完以后呢，是二十三针，因为我们起立针只勾了一针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在起立针这里勾一针。好的，还是一二三，在第三个锁针上我们引拔。引拔完以后呢，我们这样哈，在这里起立针旁边这一针，我们在这里引拔一针。 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线头引拔到起立针是第一针、第二针，第二针跟第三针的之间，看到吗？这个空隙里面就是两个长针之间，我们钩一、二、三，钩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在这里再钩一个长针、一个锁针，再钩两个长针，看到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一针两针。 在第二针跟第三针的空隙里面勾了一组水草花。这个水草花的钩法是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两个长针。好的，我们还是空两针，空一针，两针，在这里钩一组水草花。一，啊，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两个长针。这一圈的钩法就是这样的哈。啊 我们已经钩完两组，第三组呢，我们还是空两针，一针、两针。大家看到没有？钩完这一圈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两每两个水草花之间呢，我们隔了两个长针，在这个长针跟长针之间的空隙里面钩。下一组呢，我们就是。 一针两针在这里勾，好，大家自己把它完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这圈勾完了，我们这个水草花呢，大家数一下，总共是一十二组哈。然后我们还是在这里引拔，引拔我就说了很多次，我就不说了哈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引拔到水草花中间这个锁针这里，直接勾一个短针也可以。然后一、二、啊，这里刚刚已经勾了，我们这里就勾两个就可以哈。 继续在这个水草花上面钩水草花，两个长针，然后这一圈我们要加针，就是把一个长针加到两个长针。这个水草花的那个花型呢，就变成了两个长针、两个锁针、两个长针。钩是钩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钩在上一组，钩在我们上一组的水草花中间不是有个锁针吗？钩在这个锁针这里，两长针、两锁针、两长针。 这就是我们这一圈的花型了哈，看到吗？两长针，两锁针，两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上一圈的水草花的基础上，这个加了一个锁针，就是我们上一圈是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两个长针，这一圈呢是两长针，两锁针，两长针，勾在这个水草花这个中间。看我这里已经勾了两组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样子，大家自己把它完成好不好？ 好的，姐妹，我们现在已经一二三四勾了四圈了，四圈呢，我们开始勾第五圈。第五圈呢，我们又要加针，加针是怎么样？把这个三针两针长针变成三针哈。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线头引拔到这个锁针这里来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也可以哈。两种方法，大家自己选，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。这个它有一点点这个痕迹，这个就没有。 好的，我们再继续在这个里面钩长针，两针、三针，看到吗？三个长针，然后一个锁针。这边再钩三个长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水草花呢变成了三长针、一锁针、三长针。好的，继续在第二个水草花这里钩，一、二、三，一个锁针，三个长针。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最终的针数了哈，大家自己把它完成。就是三长针、一锁针、三长针，这是每一个水草花的这个钩法。好的，姐妹们，我这个帽顶的就全部钩完了，大家看一下哈，十七厘米。姐妹们，如果你的手比较紧的话，你觉得你的帽顶的针数这个帽围达不到的话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就是。 再加一圈针，就是把这个一个长一个锁针加到两个锁针，那你的花型就是三长针两锁针三长针，知道吗？我这个已经够，因为我手比较松，所以呢，我们后面呢就是不加不减的勾这个帽身了哈。好的，我觉得还是这样引拔好看一点。好的，后面就是不加不减的，一直保持这个花型就是。 三长针，一锁针，三长针，我们不加不减的钩一个五到六圈，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手的松紧和你的线的粗细。我们这样要怎样量呢？头围小的姐妹呢，你这里这个长度呢是一十七厘米；头围大的姐妹呢，这个长度是一十八厘米。大家自己把后面的部分完成，钩完了呢，我们开始来钩这个帽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我这个帽身呢就全部钩完了。 像我这个三长针一锁针这里呢，我总共是勾了六圈。呃，头围小的姐妹们呢，你就勾五圈就可以了。量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十八厘米，是吧？刚刚十八厘米。如果头围小的姐妹勾五圈呢，它就是这个高度是十五厘米。我们这个线呢勾出来跟这个青体冰是，呃，头围什么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的手松，所以我剪掉了一个这样的锁针。 我要是勾这个两两个锁针的话，这个帽子就会大，不贴身，不，嗯、呃，不合适。所以呢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，你自己要调整。如果你的手比较紧的话呢，一定要勾三长针两锁针三长针，要不然你的帽围会小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开始勾这个帽檐，帽檐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这个现在在起立针这个位置是吧？然后我们第二针上，我们勾一个短针，第三针上勾一个短针。 大家呢，可以在起立针这里做个记号。好了，两个短针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洞里面，就是水草花的中间这个锁针上，我们钩六个长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好的，姐妹们，这个要注意哈。如果你看你这个喜欢帽檐的形状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帽檐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平一点的，你这里可以钩七个长针。我们钩六个长呢，它是属于那种，嗯，介于骑士帽跟我们这个呃渔夫帽，不是渔夫帽，鸭舌帽之间哈。它这个帽檐是往下面的，属于这种遮阳帽之类的。大家自己根据自己喜欢的帽型。然后我们钩完六个长针以后，直接过得到下一个水草花，我们在这里钩。 六个长针，再个每一个水草花上面钩六个长针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帽檐的部分了哈。二四六，好的，两组，一，二三，看到吗？这个帽檐钩出来它就是平的。 如果你喜欢松一点的呢，稍微平一点的呢，嗯，它是往下面走的这个帽眼。我们如果想往上面走一点点，我们把它改一下哈，把它钩成七个长针。我们在这里钩，再钩一个长针，再每组。好的，下面一个也是，我们钩七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看到吗？在每一组水草花上钩七个长针，我这里呢已经钩了两组，大家按这个规律呢，再在这里钩七个长针，这里钩七个长针，这就是我们帽檐的部分了，好不好？自己把后面两组完成哈。好的，姐妹们，我这个一二三四四组都钩完了哈，钩完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大家可以这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哈，钩一个。 这边不是还有三个长针吗？我们在第一针上钩一个，第二针上钩一个。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好钩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忽略它。这个第一针不好钩，我们就在第二针、第二针上钩一个，第三针上钩一个，看到吗？好的，接连钩了两个短针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哈，就是下一组水草花的第一针上，我们钩一个引拔针。哦，这一圈这一排就全部结束了，这是我们帽檐的第一排。 一二三四，总共是四个水草花。好的，我们钩一个起立针，钩起立针后面还是钩两个短针，两个短针以后呢，我们开始钩这个，呃，这是叫什么扇形花？中间没有锁针，它就不叫水草花了哈。然后我们找到哈，就是一二三四，就是中间这一针，我们不是钩了七个长针吗？ 中间这针就是第四个，不管你往哪边数，它就是都它都是四个四个。舌 <laughs> 头又瓢了。我们在这个上面呢，钩七个长针。南方人的普通话就是这样，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啊，大家多多包涵一下。二四六七，好的，在这里钩完七个以后呢，我们在下一组上也钩七个。 就是在上一组的扇形花中间这个针目上，我们不是七针吗？其针，我们在第四针上钩七个长针。好的，大家按这个规定呢，后面两组把它钩完，就是也是在第四针这里钩一组，这里钩一组，自己把它完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这里钩到。 这里是中间这一针，然后一二三，我们跳过这三针，在这里哈，还是在这里，钩一针、两针，看到吗？这是我们刚刚做记号的这一针，做记号把它解下来，在这里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好的，一个锁针。 新手姐妹呢，还可以在这里做个记号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这样的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钩两个短针以后，我们还是样一二三，在第四针上，第四针上我们钩长针，七个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好的，至于这个帽檐的宽度呢，大家自己决定哈。你戴到头上试一下，只只我们原则呢，还是我还是那句话，嗯，不要挡住视线，遮住眼睛就可以，那样不安全的哈。这个帽檐也不能太低了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勾完三圈，它就差三排，它就有这么宽了。大家后面的规律都是一样的哈，大家按这个规律呢，把这个帽檐勾完，好不好？ 看我们这样勾的呢，它就有一点点，它不是往下面抠的这种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勾几圈这样的短针，全部勾短针，自己完成这个帽檐部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这个呢，帽檐呢我勾了三排，三排我觉得可以了哈，因为像我们这个也不能冒檐也不能太深。然后我这个线呢又是粗线，它的粗细跟我们的轻体病是是一样的。姐妹们，如果是用的这个五股的牛奶棉的话呢，帽顶能多勾一圈，是吧？ 我这个是第三圈就开始钩水草花，你如果用的是五谷牛奶棉，你第四圈开始钩这个水草花，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钩短针，钩上两圈的短针作为这个帽檐。我们呢在这里哈起头的地方在这里做个记号。好的，在这里哈，这、就是我们的引拔针，这里可以勾一个短针。然后呢，这里勾一个，每一个针目上勾一个。 然后到了这个锁针这里，如果你是钩的两个锁针的，我们这里就钩一个短针。像我这个一个锁针，我就不钩，直接跳过去，直接在长针的针目上钩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手法，根据自己的头型，好不好？头围自己要灵活的调整。这个不是说跟着我的一层不一成不变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，然后你的头围不一样，脸型也不一样，好吧？我这个到了锁针这里，我又跳过去，直接就是在每个长针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。 大家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换一个颜色，比如我这个这是黄色是吧？我可以用咖啡色的勾两圈，大家自己决定吧。你觉得配色好看，还是这样纯色的好看？我们后面就是这样勾哈，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嘛，就是我再说一遍哈，就是如果你勾你的水草花，呢，这里是两个锁针的话，我们就在这个水锁针这里勾一个短针。 如果你跟我一样手也松，然后你勾的是一个锁针的话，我们就跳过这个锁针，只在长针的针目上钩，钩上两圈。第二圈呢，就是在每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钩，这个地方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钩一针。大家自己把这两圈短针完成，完成以后，我们这个嗯、呃、镂空花的鸭舌帽就全部结束了。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做记号？因为我们这个呢，我不打算引拔，我们就这样直接的这样螺旋钩。 也就是说，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引拔，直接这样勾，转着圈的勾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没有引拔的痕迹，更好看一点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这个镂空花的鸭舌帽教程就到这里哈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